你敢要甲维珍讲什么话？这次他听到维尊的老公去世哈，他包一个电椅哈，要去给维尊。维尊看到他这样哈，也不敢给他说，因为一个一车的纸箱只有差不多20块，2000里差不多要载100车子，所以维尊很感动，也不敢给他说这个白包。